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玲。前阵子呢，释出游戏情报后就备受讨论的一拳超人无名英雄，最近也释出最新的游戏消息喽。大家最关注的奇遇老师平衡方面的问题，官方也给出了答案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答吧。 上个月公布情报的《一拳超人：无名英雄》是一款改编自人气动漫作品《一拳超人》的动作格斗游戏。玩家们在游戏中将可扮演经典角色，在战场上与对手展开激烈的碰撞。由于在原作中，主角一直是扮演着无敌的存在，所以在先前宣传影片公开后，不免让粉丝怀疑到底要怎么平衡奇遇强度的问题。如今，官方也正式公布了结果。 在游戏中，玩家只能在3对3的战斗中才能选择奇遇，且不能一开始就直接上场，必须使用其他2只角色。等到倒数时间归零后，奇遇才会到场一拳 KO 对手。虽然开场是2对3不利的情况，但只要透过连段完美防御，就能减少抵达时间。只要时限一到，相信最终结果大家一定都可想而知。 本作是《一拳超人》首款改编的家用主机游戏，粉丝期待度绝对没有话讲。但可惜的是，作品到现在都还没正式公布上市日期。不过，照这样不断释出新消息的速度来看，大家能玩到的时间应该不远喽。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这款作品的情报哦。